係正式叫收市啦，企翻喺條廿天線樓上，因為廿天線而家就23,291點啊，咁其實今日正式企穩，仲要突多200點添，咁所以其實就嗰個氣氛上就比較上係積極嘅。咁即係當然啦，個市好鬼得意嘅，咁邊度地方都係疫情高啦，個市係真係特別高漲咯，唔知呢個咩概念啦。但係始終個港股就有一個動力反彈啦，其實就之前都提過啦，就係、是、個市要反彈真係要靠即係幾隻大嘅科技股啦，因為佢哋即係比重就真係大嘅。咁今日嚟講，即係當然巴巴就由朝就呢到晚嘅，咁其實就盤路上其實比較上積極。咁有冇特別事發生呢？自從阿芒格話即係增持完之後啦，咁其實只巴巴就幫到手嘅。咁所以現階段就果你話即係嚟緊可以即係睇埋禮拜日啦，繼續企穩廿天線樓上啦，個市都仲有能力咧，就慢慢向上收復翻一啲叫一啲跌幅先啦。嗱，暫時就先睇就23,600啦，上一次啲高位即係。其實早即係今個禮拜啲高位啫，咁但係樂觀少少，其實有至到條100天，咁啊就亦都係至24,100喺12月中都曾經試過嘅，咁所以比較樂觀可以試到呢個位置，咁維持翻支持位啦，咁其實喺翻近期牛證衝波區啦，22,500嘅。嗯，好，咁啊，總之個市況咧，即係究竟好壞，睇住啲科技股個頭點樣做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高盛都出嚟啦，就話叫買一啲即係受監管打擊啊，跌到好殘嘅科網股嘅。咁 Jason 你點睇咧？其實你傾向真係而家開始儲定啲科網股啊，定係真係純粹炒下上落好過？炒上落先啦，因為嗱，期望就即係當然你係呢兩日先特別好嘅啫。你禮拜一咧，咁大家都唔敢咁睇住㗎，因為始終你話即係近期啦，即係騰訊都好積極咁樣一路係減持，就係之前投放嘅一啲股份啦。咁之前京東就大家當係即係一個一次性問題啦。咦？點知禮拜一有多間嘅？咁所以其實你見到成版嘅科技股啦，係今呢兩日先至開始嘅低位慢慢攀翻上啲。咁所以若果你話即係可唔可以揾啲外即係擲個倉底咧？可以嘅，咁但係我覺得就啲揾翻巴巴或者騰訊會比較好啲啦，因為始終即係美團係騰訊揸10%啦，咁呢一個咁就大家都仲係被沽出呢個情況，我諗就個憂慮都仲係揮之不去嘅，咁所以若果你話即係揀，可能揀翻騰訊同埋即係巴巴。